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当你想要租一套房子的时候，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？找一个租房 app。现在有很多租房 app， 你可以随时在上面搜索到你想要的房子类型。你可以选择区域，是整租还是合租，长租还是短租。你还可以选择你期望的价格范围。你还可以通过地图了解到你房子周边的信息和交通信息。另外，你还可以看到房子内部的照片来感受它整体的样子。如果你不太满意，还有相似房源推荐。不管怎么样，总有一套适合你。最近有一个朋友就推荐了一个超棒的 app， Wealthy。 Wealthy 是一个无中介的服务平台，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哦。最后，祝大家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再见。